那么有甜美小公主称号的张雨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么相信呢，我们喜欢看晚会节目、喜欢看电视节目的嘉宾好朋友，对连台湾那么旺，一定相当的熟悉啊！点着叫板南台南听啊啦，我们台南最可爱的甜美小公主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我们甜美小公主张雨静来彩的演唱。谢谢两位主持人，姐姐好，大家好。习惯成双脸，那来汪雨涵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来拍几张欢笑，欢迎，谢谢，来欢迎，那来成双脸，来到你家，来到哥哥家，来很牛吧，变变又哦，那得要红火吗？吼，钥匙哦，恭喜恭喜，那可以来到啊，那不带掏钱来给咱收住哦，恭喜恭，那得要红吗呀？啊，那个这个叫做史努比，史努比，哎，我小朋友还猜史努比的吊饰，哦，哎，找看看。啊，有钥匙丢掉的，有没有钥匙？麻烦你丢丢丢丢啊！好，那么我们雨静已经不是小朋友了，对对对。哎，几年前见到的时候真的是小朋友，对对对。你怎么一夕之间长大了，就长大了，变那么高？哎，几年前经常遇到雨静哦，对，那时候还很小，没错。现在是读国中了吗？12岁，6年级，还在国小哦。那时候带出来真的。
的小小一个，对对对对，现在六年级已经长这么高了，长得好高哦，哇，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哦。对呀、啊。然后，那么我们雨静呢，歌唱的才艺相当的出色啊，没错。那么参加电视节目的歌唱比赛呢，也屡获佳绩。那么点歌可是参不到了，那跨年晚会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的市政府跨年的晚会歌手，也都一样邀请了雨静来做参与啊。对。那么相当棒的才艺，紧接着下来要跟我们安排哪一首歌曲呢？在这首《北部的新山》献给大家，来一首我们的抒情歌曲《北部的新山》。
曲。小公主雨静带来的动听好歌，好，那么紧接下来为我们大家安排的歌曲是《喜好雅喜绿》，哎，好听的歌，持续来做欣赏哦。来，这段安排给我们《喜好雅喜绿》。好听的歌曲是《榜贵雪爱莲》，来，越来越轻快了哦，好，带动于
首怀念金曲，那些留恋的贵宾和朋友，大家真熟悉的一首歌曲，梦月想爱你来送给大家。